我家人也没有看到过，但是我爸爸看到过 UFO， 就不是 UFO， 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，然后家住在那个就是很少人，然后周围都没有房子，因为上学的路上会要走一个小时左右，然后他和他的那些伙伴就一起走，就一个小伙伴，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就是金属屋的东西，然后就和 UFO 长得差不多，然后呢就隔得很远，但是看起来很近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大叫，大叫完之后那个。他就是那种跳的那种，就是那种跳过去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消失掉，他们俩都看到了，但是不知道是 UFO 还是高科技，但是没有看到过鬼。